说声抱歉，走了绝望恨不得对着天呐喊，直到这一天我看到你的笑脸。我曾经以为欢迎刚进入直播间的宝宝，欢迎严叔的，欢迎大家，中午好啊，中午好，所有的宝宝们，欢迎刚进到直播间的宝宝，还没有点关注的点个关注。吃饭了没有，宝宝们？欢迎江大佑。啊，刚进直播间的宝宝，别忘了上点关注，谢谢点赞。欢迎叶，欢迎万。欢迎轻描淡写，欢迎用户758541，欢迎张姐狂野，欢迎堂哥，欢迎独自，你好，吃饭了没有？欢迎刚进到直播间的宝宝，欢迎你们。那听得到有歌声吗？感谢严哥给我送的啤酒，感谢我们。感谢所有送到直播间的宝宝们，感谢张姐狂野给我送的鲜花，欢迎刚进到直播间的宝宝，欢迎九二，欢迎你，感谢野哥给我送的粉丝灯牌，欢迎刚进到直播间的宝宝，别忘了左上角点点关注，右下角点点赞，爱你们哦，欢迎小坏蛋，欢迎小坏蛋。来，欢迎刚进到直播间的宝宝。啊，欢迎时光回转，欢迎你们。来，欢迎张姐狂野，欢迎爷，欢迎1997年春小二，欢迎轻描淡写，欢迎流云若雨，欢迎小王他爸，欢迎叶，欢迎时光回转，欢迎你们。玩什么？欢迎桃源玄人，欢迎青鱼，欢迎贾明。好，大家听得到我，欢迎爱，欢迎刚进到直播间的宝宝，欢迎欢迎你们，欢迎欢迎欢迎刚进到直播间的宝宝。在家为什么戴口罩啊？因为哥哥人家还没有结婚呢、啊，所以人家要戴个口罩啊，人家害羞呢。是这样的，因为可能牙口不好吧。牙口不好，我发现你的歌，你这个想象力量太丰富了啊！欢迎杨山的烈火，欢迎人间有危险，没有啊，可可貌美如花，还有大长腿，不会像你说的牙不好，我看了，我怕你看一次会上瘾，看两次的话怕你离不开了。欢迎微笑，感谢所有过来看我的宝宝们，欢迎龙爷。大家中午好啊，我也就是等一下我戴着厚厚的棉大口罩，欢迎少年。等一下我中午也要出去，1:30样子出去吧，现在有半个小时的时间，凑点空过来见见我们的家人们，欢迎文言，文言哥你来了，来听得到，来大家看一下听得到声音吗，听得到歌声吗？没办法呀，害羞啊，我等到我的男朋友啊。哥哥你可以做我的男朋友吗？谁叫人家一直单身呢？欢迎我心依旧，欢迎刚进到直播间的宝宝，别忘了左上角点点关注，右下角帮我点点赞，
进到直播间的宝宝们，来用你们的发财手帮我点点免费的赞赞。可可呢是一个新主播，真的很需要我们家哥哥的支持。来，哥哥们用你们的发财帮我点点赞，咱们有礼物的赞一赞，送一送礼物。欢迎飞爷，欢迎一个人，欢迎所有进到直播间的宝宝。欢迎你们，啦啦啦啦 ，baby baby baby baby， 欢迎二手车，欢迎林冲，去换个口罩戴上。哥哥，人家中午还没有吃饭呢。堂哥，你可以为我亲自戴上吗？可以给我戴上个，来个亲亲，再戴上好不好？欢迎隔壁张大头，听得到有声音吗？来，听得到我声音的，评论区扣个一。欢迎，感谢小江哥给我送的粉丝灯牌。爱你哦，你太帅了。来，其他的哥哥们还没有送灯牌的，在灯牌上一上，一毛钱买不了啥，一毛钱买不了上当，但是一毛钱可以买到可可的小心心。可可在家里面欢迎你，等着你们每天都回家哟，一定要按时回家。你带的很不大。什么？我带的很不大。什么意思？不稀罕啊。边疆卫士，你是军人吗？你稀罕什么样的姑娘呢？把谁拉黑了？我把李德社拉黑了。你干嘛一进来就问我把谁拉黑了？武警啊。哇，武警哥哥，武警哥哥喜欢什么样的，喜欢什么样的主播？我看你这个是大李德社，我把李德社给那个拉黑了，谁见他昨天晚上就对面打我的，然后我生气的把他拉黑了。欢迎普念过去，欢迎刚进到直播间的哥哥，欢迎你们第一次到直播间的哥哥，别忘了左上角点点关注，右下角点点赞。我是可可，可可不单只可以松口碎大石，而且还可以抗上暖暴哦。关注主播不迷路，主播带你回家见丈母娘。我稀罕俄罗斯女兵，乌克兰女人发，乌克兰女人金发碧眼。哥哥，我这也没有这个基因啊，这边我想办也办不成啊。哥哥，来，你进来将就着看吧，哥哥。蓝色的眼睛，我再怎么变也变不了蓝色的眼睛的，这个他又不像那个画腮红呀，随便可以画得上去呀。哥哥，你这个口味有点重哦。欢迎剑包勇，可以来个特效吗？来个特效就可以变成蓝色的眼睛了。你太边疆卫士哥哥，你太牛了，你这口味有点太重了，看来你合适看国外的主播，这国内的主播都达不到你的要求了都。俄罗斯你都能去，意思你经常去过俄罗斯对吗？欢迎一个，欢迎看进到直播间的宝宝，欢迎你们星期二到我这里来。 OK， 好的。哎，俄罗斯有什么好漂亮的美女？让你给我们说一下。有，他们那边女孩子是不是长得特别高啊？哦，去旅游，先牛高马大的。你站过去是他高还是你高啊？欢迎所有进到直播间的宝宝，欢迎你们。
战斗民族基因一样高，拍几张照片给我看看。好，欢迎后场，欢迎刚进直播间的宝宝，欢迎你们刚进直播间的宝宝，别忘了上点关注圈点赞，感谢张姐狂野给我送的八个玫瑰，谢谢，感谢我们张姐，让你破费了。我爱你，爱就是我自己。山东人不能输，山东人不输俄罗斯的。哇塞，你们山东的也不比俄罗斯的人差吧？据我所了解，山东人也是牛高马大的。我觉得出去跟俄罗斯一比，也不会差到哪去吧。你叫我去跟人家比的话，可能就天差地别了。所以说呀。估计我去跟人家说话都要这样子哦，仰着头来看他哟，多高啊？他们俄罗斯女人一般有多高啊？哥哥都是牛1.8米以上是吗？哇，也很猛嘛，也是猛女哦。欢迎刚进到直播间的宝宝，欢迎你们。欢迎淡水小绿刀，欢迎自由飞翔，女的1.68米以上，嗯，那些女孩子的长得是不是特别的标致？要身高有身高，要身材有身材是吧？欢迎汉哥，汉哥第一次过来吗？第一次过来的哥哥，别忘了左上角点点关注，右下角点点赞，和我们山东人一样。我也认识有山东的哟，其实蛮高的。欢迎狗话筒，标志金发碧眼。嗯，那你的老婆是俄罗斯的吗？欢迎二哥，都去到俄罗斯那边了，不娶一个俄罗斯的女朋友回家，那不合适哈。欢迎西南最后一个老实人，我看你啊，这嘴巴一叨叨的，去外面去俄罗斯肯定要找了不少俄罗斯的女朋友吧。欢迎一笑哥，情人可以有。欢迎星星之火，欢迎王公子，来欢迎锁定直播间，欢迎刘云若雨，欢迎刚进到直播间的哥哥，欢迎你们。情人可以有，好坏啊，只是打扑克而已的。欢迎所有进到直播间的宝宝，别忘了左上角点点赞，右下角别忘左上角点关注，右下角点点赞哦。我是可可，坏的人是伪装的。欢迎林先生，感谢边疆市，感谢我边疆卫视警察叔叔给我送的小鲜花，你好帅呀，谢谢。谢谢，你应该是一个很哎，我们边疆卫视哥哥应该是一个很帅气的男孩子吧。之前我有认识男孩子是你们山东的，真的那边人长得很高而且很豪爽。欢迎摆渡人，欢迎刚进到直播间的宝宝，欢迎你们。这个还飘个没完了，这个声音呢，啪啪啪啪啪啪。怎么把嘴巴给捂住了？欢迎富二代，怎么把捂住了？哥哥，人家还是单身呢，还没找到男朋友呢，我还在想等待我的男朋友来帮我解开这个口罩呢。我们家有哪个哥哥可以做我的男朋友吗？
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做我的男朋友吗？没错，我就是大爷有低保。来，赶紧给我刷一刷。你看，你知道的，第一次见女孩子，应该要送点什么礼物给女孩子才是，对不对？欢迎甜，不是甜。欢迎所有进到直播间的宝宝，欢迎你！大家中午好，吃饭了没有？你看到有好多都是老朋友哦，不管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，真的欢迎你们的到来。可可呢是一个新主播，真的很需要你们的支持。一毛钱买不了上当，一毛钱买不了吃亏，一毛钱可以买到可可的小心心。还没有加入粉丝团的，加个粉丝团，你就是可可家的人了。可可每天在家等你哦。我的直播时间是早上，周一到周五是早上8点到1点钟，周六跟周日的话是晚上直播，中午有空的话偶尔会加播一下。那现在的话就加播了，本来我要出去了，刚好中午有点时间，我就过来播一下，只要是想大家了。感谢感谢黑人，就应该干净，就应该杀干净，给我点的关注，感谢支持，感谢点关注。来，所有的家人们，用你们的发财者帮我点点免费的赞赞。我在放歌，你们听得到吗？听得到的话，评论区扣个一，好吧？啊，来，我们赞赞点起来，欢迎奋斗人生，感谢。感谢感谢的支持我的宝宝。是听得见是吗？我放歌听得见哦，听得见就好，我怕等一下又听不见了，等一下我一个在这里自言自语的话就麻烦了。昨天晚上有来看我的直播吗？啊，这是谁家的姑娘唱得这么漂亮，难道是仙女下凡？昨天你们都有来看我的直播吗？昨天晚上玩的可什么了？刚刚刷到你的，太有缘分了。对呀，你看我们多有缘分。欢迎刚进到直播间的宝宝，来第一次能够刷到，非常喜欢。哎呀，既然都喜欢我了。那喜欢的女孩子是不是要给你喜欢的女孩子一点惊喜呢？既然都那么喜欢了，我怎么都看不到你对我的喜欢呢？可以给我送个520吗？感谢我们黑人就应该杀干净，给我送给我点的赞赞。来，其他的哥哥们用你们的发财彩帮我点点免费的赞赞。啊，咱们把抖爸爸交给的任务咱们完成一下，要打个卡好了。欢迎 K， 欢迎 KK 哥， KK 哥第一次过来喝冰，隔壁张大头，欢迎刚进直播间的哥哥，别忘了左上角点点关注，右下角点点赞。喜欢就天天过来看我呀，欢迎瑜伽五少爷。妹妹真好看啊。是吗？见得说妹妹那么好看呢、啊、可以给妹妹送个520吗？堂哥可以给我送个520吗？我希望你可以爱我一生一世。欢迎智雅，欢迎所有家直播间的宝宝，大家中午好。今天都不上班是吗？大家都有空来看我。
那哥哥们可以过来守护妹妹吗？欢迎紫金上一紫，欢迎紫叶，欢迎刚进到直播间的宝宝，别忘了左上角点点关注，右下角点点赞。欢迎林岩，欢迎刘云若雨，你的名字好熟悉，应该不是第一次来哦，昨天晚上我们见过了哟。欢迎努力的小牛牛，欢迎轻描淡写，欢迎你们 ，Hello。欢迎迷彩，欢迎 ROS。欢迎你的小可爱啊，欢迎刚进直播间的哥哥，欢迎你们。嗯，亲一下，谢谢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欢迎天天男友啊，不管怎么样能够过来看我的直播就很高兴。欢迎D哥，欢迎给你一个泡眼泡，欢迎刚进直播间的宝宝，欢迎你们，欢迎别坑我。坑谁也不会坑你啊，对不对？不要坑我呀！来进到直播间的宝宝，别忘了左上角点点关注，右下角点点赞。今天我是有刚吃完饭，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就上来播一下。等一下一点半我就出去了，所以刚进到直播间的哥哥，别忘了左上角点关注。今晚上我们再继续玩，好不好？今晚上大家想玩什么游戏的，评论区告诉我一下，我准备一下，咱们罗列一下今天晚上玩的游戏，好不好？啊？啊，想戴口罩的吗？感谢眼哥帮我点赞，你太帅了！欢迎8868的哥哥，欢迎你呀！欢迎输过败过但不曾怕过，我咋那么喜欢这句话呢？这句话说的非常的好啊。哦，还有五分钟我就要下麦了，这样不好舍不得哦。刚刚一上麦就说要下麦了，有点舍不得你们了。欢迎杨。哎，刚才有个哪个哥哥说晚上还上不上？晚上要上的。哎，等一下我要出去了，中午刚好有一点点时间，有那么一点点小缝隙的半个小时时间上来看一下你们。刚才不是有个哥说要进来给我刷刷飞机的吗？我在等。欢迎杰哥。哦，哪个哥哥过来给我刷飞机的？快点！我要等你刷飞机，要不然我要下麦了。刚才有个哥私信说要过来刷飞机的，所以我特意上麦给他刷飞机的。欢迎轻描淡写来，还来那个哥哥来了没？今天都不上班吗？欢迎峰哥，欢迎小气吧。那个眼哥，你想晚上什么时候有空哦？晚上不上对不住大家，是吧？欢迎阿姐，欢迎放开我 baby。欢迎一楼曙光，欢迎胖胖。昨晚上都没有睡好啊，知道为什么昨晚没睡好吗？
啊，因为太想你们了，想你们都睡不着啊。欢迎流言又语，我要下了。然后欢迎刚进直播间的宝宝们，真的很舍不得你们的到来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我，可可还要去上班呢，等一下我怕迟到了都。豆豆消了吗？你又不过来帮我消豆，还来问我豆豆消了吗？你看现在消了一点了，这里啊还有一点点的，还可怜了。我们这有哪个哥哥是专门治豆豆的吗？啊？哪个哥哥专门清热解毒的？在哪里上班呢？在，说了你又不懂。峰哥，你是哪里的？在上班的地方上班呢？要不去你家上班好不好？你养我啊。欢迎妈妈，秦寒妈妈是吧？不上班呢。欢迎 A8， 欢迎刚进直播间的宝宝，别忘了左上角点点关注，右下角点点赞。你养我啊？真的吗？欢迎谭飞梦想，今晚上没饭吃了，峰哥可以给我今晚上可以请我吃饭吗？这样子说你养我了，可以给我来个保时捷吗？我好想坐在你的保时捷让你养着。欢迎保护我方小鹿，欢迎雨蒙明茶，欢迎柠檬街，欢迎刚进到直播间的宝宝。我怕养不活，哥哥我要求很低的，我只要吃得饱就可以了，吃得饱穿得暖，我要求不高。欢迎刚进直播间的宝宝，感谢熊山给我送的小星星，熊山你太帅了，欢迎小宝，欢迎严格有志，感谢严格有志给我点的关注，欢迎熊山给我送的抖音。来我先大概再说一下，我叫可可，可可是一个新主播，可可今天是第12天开播吧，也有播的不好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担待。第一次到我直播间的哥哥别忘了左上角点点关注，右下角点点赞。喜欢可可的别忘了灯牌丢一丢，一毛钱买不了啥，一毛钱买不了上当，一毛钱可以买到可可的心。成为可可的粉丝家人可以得到可可的就是粉丝灯牌，是十级的啊，十级的粉丝灯牌可以收到可可特意为你精心准备的礼品一份。来还没有加入粉丝团的赶紧加一下粉丝团，咱们加粉丝团很有福利的哟，非常给力。感谢我们雨蒙云彩给我送的小星星，欢迎海纳百川，欢迎葫芦娃，欢迎爷爷欢迎刚进直播间的宝宝，欢迎自由飞翔，欢迎你们。欢迎登峰召集，感谢峰哥，给我送的棒棒糖，我吃你的棒棒糖太甜了，我爱你就是胜过我自己。谢谢，我迟到了，对啊，我要下麦了，来其他哥哥，最后还有一分钟。
没有点关注的赶紧点个关注一下，今天晚上我们有好玩的游戏，直播间有好玩的游戏，或者你们有什么写的好玩的可以告诉我告诉我。你去上班我睡觉。真的吗？幸好养足精神，今晚上我们决战到天亮好不好？好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叫什么？养精蓄锐啊！刚有个歌手给我刷飞机的，人呢？人呢？来了没有？欢迎上剑。人好多啊，好舍不得你们了，怎么办？对呀、啊，再不去我就要迟到了。来，感谢所有的哥哥们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欢迎海东。你那小车车还跟我决，还跟我决战呢、啊。怎么样？看不起谁呢？啊？怎么着？看不上我这个小身板呢？啊，峰哥你很牛哦，这样说。欢迎堂哥大少爷，堂姐大少爷，来自哪的？第一次过来吗？第一次来，啊，第一次过来，宝宝别忘了左上角点点关注，关注主播不迷路，主播带你回家住啊。快去上班了，快去上班了，我要下播了。拜拜了，哥哥们，来，我们要听听，听一下最后一首歌吧，就开始下播了，好不好？欢迎陆川仔在温州，我们是老乡，我们是老乡。陆川仔，赶紧左上角点个关注一下，关注一下我。今晚上我跟你说，因为我要下麦了，要下麦了。我是陆川的，我是陆川的。来，陆川老乡，关注一下我，关注一下我，左上角点个关注。欢迎吴公子，欢迎刚进到直播间的哥哥，左上角点个关注。我要下班了，谢谢，感谢你们。啊，来，没有点关注的点个关注哦，关注主播不迷路，关注一下我，我要下麦了，因为我要去上班，中午的话就是过来看一下大家而已的。今晚再玩好吧，今晚再玩，来，想今天晚上过来玩的，左上角点个关注哦，要不然刷刷就找不到我了呀。欢迎刚进直播间的宝宝，欢迎你们，欢迎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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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欢迎欢迎欢迎，但是我要下麦了，拜拜。